地区史诗，好，欢迎加我好友。那今天自己呢？我们上次不是抽这个吗？我比较好了好了，我其实是想要先把全部角色都讲完，再慢慢搞这个。啊，杰克托，这怎样有嘞？我记得有啦，就狗头吧，没什么介绍，我就记得有啦。我们是讲到黄色的那个，算了，都给你们看一下。技能我就不预览了。这个是黑暗的科布斯，对，这还蛮帅的。哦，但这边只要跟你们讲他们全技能了。啊，你们看到技能，你们可以自己点进去看。像这次很像我讲过。我尽管把我们的主矿实线打一个，主线打一打，主线卡太久了，我先打到这边。伊赛亚的选择，证据自动下去啊。考虑这边继续吧，29。那就慢慢打吧，因为一些没有加速。所以这期还是坚持不开放加速吗？我不知道在坚持什么鬼的，完全不懂。啊，血管，这应该就够了吧？哇，这到底有几个路啊？
我现在好像卡在没有资源，没办法继续练上去了。哦，晕倒了我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哇，怎么那么多、啊？这是 boss 关吗？嗯，不是。好了，终于打到 boss 了，会疯了。尼尔加，这到底是不是角色啊？他不知道是不是里面的角色哎、欸。然后说这游戏一场好久哦。感觉这游戏又是一个另外一个这种很久的手机游戏啊，因为它现在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加速。然后官方就说：“啊，官方的辩解真的是太奇怪了。”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游戏也蛮好笑的，就是打怪兽打很久，然后怪兽也打不死我，真的是很无解。没有加速真的好奇怪啊！好了，我们今天影片主要是讲角色了，这边就不讲了。然后这边我就把它挂完了。